第35题有甲乙丙丁共四组原子，其质子数、中子数如表所示，哪一组原子属于同一种元素？我们晓得，如果我要背同一种元素，就表示我在周期表是排在相同的位置。周期表排列的位置称为原子序，原子序就是原子排队的次序，原子在周期表排队的次序，而原子序就是质子数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我质子数相同，也就是原子序相同，那我就会摆在周期表的相同的位置，我们就被视为相同的原子，我们就视为相同的元素，我们就有一样的元素符号。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的是甲跟丙还有相同的质子数，所以甲跟丙呢是属于同样的元素，所以第35题我们的答案要选的是 C， 甲跟丙哪一组原子属于同一种元素，我们答案选 C， 甲和丙。